赵医生，咋？求投靠，求收留，求包养。白天我在外边晒太阳，晚上我睡沙发，你就当我是家具，行吗 ？No。 请神容易，送神难。知道吗？男女关系啊，房子，房子，房子。你看看你喜欢哪套？ 是要跟你求婚啊？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那都是功利的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奸夫淫妇也是一对啊。是喜欢我的手，还是喜欢我的人？他说他吓我。你最漂亮。难道规规矩矩的就注定没人爱？ 耍流氓才是硬道理吗？抱抱就好。有人调查你。谁？包奕凡的妈妈包太。她可比别的小姑娘玩的深。安迪不是您说的那种女孩。只要你能放过我儿子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跟我提。纹一张美女外，你还要什么？小白脸吗？花女人前的小白脸。喵的！你真的了解谢彤吗？您真的是太艰难了。没有钱了，你还是娶潇潇吗？别拿真相推开我，就让我自己承受这份痛苦吧。 我是安迪的男朋友，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期待着。妈。